之前的事，你信吗？不信。你先吗？打死我也不信。流光注下，宋廷玉分明是想让你我血溅当场，可我猜不透他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。现在想让我相信他，不可能。华叔还有你小娘的死，他都脱不了干系。那你相信幽冥之战吗？这么大的事，他不可能撒谎。 出发之前，我有件事要向你问清楚。你我之前一再对立、结盟，最后我出卖了你。此番前去并肩作战，你我分得清大义小节。为了赤兰大陆的安危，为了能见到墨海大使，我可以暂且放下与你的恩怨，甚至可以与你联手合作。好，那我们之前的恩怨。 你可以一一记在账上。我当然记，我不记，你也会记。没错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算清所有的账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